晚上好，朋友们，欢迎来到静波频道。昨天为大家制作播出了方文山的经典歌词，很多朋友非常的喜欢，在微信平台的后台呢也非常的有反响。很多朋友在后台留言说，在听我读的时候，他们的心里已经想起了那个美妙的旋律。还有好几位朋友给我发来了一句，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说为什么没有这个著名的青花瓷的这句呢？既然大家喜欢，我今天就专门给大家读这首青花瓷。说到瓷，说到中国文字之美，我要做一下广告了。静波频道和上海的上元书屋最近为大家推出了纳兰性德的饮水瓷。那这本书呢非常特别，我们从设计到制作一共经历了将近半年的时间。那么这是一个套装，是全手工制作的，蓝色的封面，白色的宣纸，还有黑色的墨迹，都让你感觉到捧到它好像穿越了时空，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美感。另外呢，套装还包括两款分别是酸枝和楠木雕刻而成的书签，非常的精美。那么这次预售呢到20号就截止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静波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找到相关的信息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首青花瓷。素坯勾勒出青花，笔锋浓转淡，平身描绘的牡丹，一如你初妆，冉冉檀香透过窗，心事我了然，宣纸上走笔至此歌一半，釉色渲染仕女图，韵味被私藏，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，你的美一缕飘散，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。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。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在平底数汉历，仿前朝的飘逸，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。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。月色被打捞起，晕开了结局，如传世的青花瓷，自顾自美丽。你眼带笑意，色白花青的锦鲤跃然于碗底，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着你。你隐藏在窑烧里千年的秘密，极细腻，犹如绣花针落地，
帘外芭蕉惹骤雨，门环惹铜绿。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，惹了你。在泼墨山水画里，你从墨色深处被隐去。素被勾勒出情画，笔锋浓转淡，凭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，冉冉檀香透过窗，心事我了然，裙子上走笔只此搁一半，釉色渲染仕女图，韵味别私藏，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，你的美一缕飘散，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。天际在等天雨，而我在等你，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在平地树根里放浅草的飘逸，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。天际在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月色被打捞起，尘世的情话字字骨子美丽，你眼的笑意。色白花青的锦衣，送帖落款时啊，却惦记着你啊，你隐藏在腰下里千年的秘密，细细你犹如绣花针落地，帘外芭蕉惹骤雨，门环惹铜绿，啊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的等你，在泼墨山水画里，你从墨色深处背影。